终于到酒店啦，因为白樱花确实是特别的大，不管是这个镇啊，还是整个草原上，所以我们可能得需要两天的时间，计划两天内完成，然后我们需要入住一个酒店。哇，这边是小哦亲子，这边是大城，这边是我比较大，我感觉。我这拿的那个，这饺子看着也好吃，鲜猪肉呀。吃早上可以不看奶茶。外面风景很好呢。他们家奶茶竟然是自己熬出来的。如果是那个大饭店呀店里面的话会比较忙嘛，所以奶茶都是可能是冲泡的那种茶粉，但是这个是自己熬的，就很明显的嚼口的味儿啊。马上开始吃肉。